值得去做的一些事情。
就是说我开始打球，壁球，以前在上海我打高尔夫，但是其实并没有很喜欢。然后在惠同的话，我开打球壁球，就是现在打第二年。然后在惠同内做了一个我的一个壁球社团，然后这个是我在以前，对，就真的就是想到。然后除此之外的话，我也对于一些别的学术以及这个商业类竞赛都产生很大的一个兴趣。然后我这边有个阿斯丹那个什么，就是一个反正就是一个金融类的一个竞赛，然后也有参加。然后这边还有个 USAP， 就是美国的一个学术类的竞赛，然后我也在这边得了一个那个奖。然后当然在学校内的话，这个就算是竞赛，还有一些这个反活动。然后在学校内的话，我还是现在我们这个在上经济课，现在上第一年，然后我现在在那个 AP 微观经济当那个助教，以及我现在有参加这个学生会，然后我也会有就参加戏剧，因为以前学校的话，我也有过一定戏剧的一个经历吧，但是我并没有真的演过。我以前在戏剧的话，我更多是调灯光之类的，然后在会同真正得到了一个能够去真正去做出这些东西的一个机会，所以比较好。然后说到我的学习体验啊，就首先我的这个语文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因为以前的话我是在相当于我那个以前学校有个大班，有个小班就每个年级语文，然后我就在小班里面，因为我的语文能力当时确实不怎么样。然后现在的话我对吧，会有第二年，然后能够在用中文给出这样的一个对吧讲座，我觉得还是非常肯定还是有进步的。说出来我的语言能力也得到一定的提升。我们现在的话就在研究一些就是古诗，然后后面要做一些短篇小说，反正就是整体来说会从一个学习的一个强度还是有些中文的。然后我现在的话九年级也在上两门 AP 课程我在上这边 AP 微观经济以及 AP 化学，然后这两门的话都是两门非常有难度的一个两门学科。然后我以前在学校对吧，我可以这样做，因为以前只跟计算机有兴趣，但现在的话校内也是有了，就选了这两个非常反正就是难度比较高的两门课程。然后对，我也在这个 AP 经济当助教然后对，然后我数学更好了，然后因为以前数学我在班级算中上游，然后现在的话反正可以算是班级顶尖的一个，然后也在自己想要自学一下微积分，不过有点难度啊然后我对刚刚也说到戏剧对吧，我因为以前戏剧真的就是做一些技术方面的一些支持，但现在我是真正的去演了。然后在这个我们年级之间的一个就是戏剧演演出里面也有去演一个比较就是台词比较多一点的角色，然后我觉得是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话还是就是老师都很好。然后我的话也会有一个发现，就一个帮助我的程度吧。然后反正整体来说就是整个学习体验都是会很好，然后导师也很有帮助，只要对我有帮助很大，然后只要拥有一个我想要去做的一个东西，我都会找到他们，并且他们会给我一定的方案。要是我有学科内不懂的题的话我也会问同学和同学会问我，然后整体来说一个环境都是非常具有包容性。对然后我这边的话就是目前获得一个成绩，然后跟这个国外的一些就是学生或者也是国内一些别的我这个年纪学生做一个对比。就首先的话我去了一个美国一个非常顶尖的技术学校，这个 top 的一个技术学校去上下校然后我对吧当时就因为这个背后一个环境，所以我是能够说出一就是英语表达，我英语以前有一定积累，反正因为会同的等等我可以跟大家做一个社交，并且在这个在这个下校也得到了，在因为我学当时是选修化学得到最高的成绩然后并且我还参加 USAP 是我在会参加一个学生竞赛，然后在此我得了这个literature 也就是就说文学还有社科的一个国际的奖章，然后这个也是我以前肯定不会做的一个东西因为我以前对吧
就刚说的一样，就是专攻这个计算机。那现在对吧？对于社科以及这个文学也有一定的一个就是一定的积累了，并且能够在这个国际赛事里面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奖项。然后我在国内的话也得了一个科学奖，我这个不是很好。然后我还在一个那个叫做旧金山，对，旧金山一个叫做 Mission Hall 的一个非营利组织得了一个就得了一个实习机会，在那边实习一个月。然后我们这个非营利组织的话，它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去帮助那些失业的得到一个职位。然后这些的话要是要说是对于申请大学的话，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对，然后我这边稍微总结一下。所以首先因为会比较重要我反正得到一个职位的话，我刚刚说一样，对吧？计算机，然后现在做了一大堆东西。然后再其次，我也得到一个很大资金的一个增长，因为我以前反正肯定是不会给我这个演讲的，但是我现在对吧，能够给出一点演讲，对我来说，我觉得已经是个很大的一个进步了。并且的话，我对要是大家要去申请什么美国的一些大学的话，最终就一个规划的话，那我觉得我认为我参加会以后，我得到了这个。就是对于美国大学申请的很大的一个帮助。为什么？因为我以前只有计算机，但现在我做了戏剧，戏剧也是美国大学很看重的一个点。然后我也开始然后做了一个壁球社团，然后对你来说就是拿到了很多关于这有可以展示我的一个领导性以及一个我的就是我的言语能力的很多一些机会然后这些我觉得都认我认为都对于我申请美国大学帮助然后最终的话，我也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我比较开心，就是至少比我在报阳的时候几天学校的时候开心了很多。因为我反正就是大家都是很有帮助，老师也对我有帮助，导师也对我有帮助，然后同学也都能和睦相处。